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今年元旦正式上路扩大限塑政策，包括饮料店、面包店等业务能免费提供塑胶袋。露天拍卖观察，自新制实施后，近二周环保饮料袋关键字热搜量大幅成长三倍。露天拍卖进一步观察环保饮料袋销售状况，热销第一是环保手提杯套，多以聚吸附水珠和防震机能的潜水布材质制成，适用市面上大中小的手摇饮料杯，也能作为保温瓶的提袋，搭配持架使用，就能将饮料稳固的挂置在机车或自行车上，便利又环保。此外，业者也发现庞大商机，让环保饮料袋掀起一股文创浪潮。例如，利用牛皮纸制作的创意提袋，不只能折成饮料座架，还能在提袋上自行绘画，贴上贴纸，打造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，深受学生族群喜爱。趣味又实用的饮料腰包，最近在网络窜红。露天拍卖环保饮料袋也掀起文创风，深受学生族群喜爱。露天拍卖今年元旦正式上路扩大限塑政策，环保饮料袋成为网购新宠。露天拍卖